现在你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啊，是陈水扁目前正在宜兰在进场时候的画面。陈水扁还没有进场啊，但是这些的到场支持他的这些民众啊，已经振臂高呼啊，阿扁啊加油，台湾加油，差不多十分钟，阿扁啊就给掉啊。Gage 化那场面是非常热烈。当然，你看到你可能就手不太多啊，可能几十双、上百双的手，这不是重点。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啊，我开玩笑讲，就是说，很多人去看王永庆的最后一面，陈水扁也叫很多人来看他最后一面。同样是最后一面啊，但是差那感觉差非常非常的多，都在看最后一面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就是说在本周呢，为什么呢？政治呢非常的重要。因为10月25号啊，这绿营呢即将要发动，因为这真的是绿营，不只是民进党，要发动呢这个就是说反中呛马的这个大游行啊。那这个大游行呢，可以说是绿营在集结了从3·2败选之后啊最大的政治能量所做的一次总动员。这次动员呢问题来了啊，上一次呢830的游行呢，陈水扁呢是只有这个精神支持，但是这次肉体也要到。那肉体到的话呢，那问题大了啊。刚刚也有一些call in的观众朋友呢提出了一些他们的想法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就是说1025，就是下个礼拜、下个周末的这场的游行活动啊。陈水扁今天也做了一些表态，我们听听看陈水扁怎么讲。阿爸站出来，大家也别烦恼，我系跟大家同款，大家行做伙，我绝对会接受主办单位。特别是民进党蔡出身的领导，因所求啥，咱拢总认同，完全接受，绝对呢未去偏离主题。我嘛要拜托主办单位放心，阿扁啊，未去抢人的麦克风，我嘛未去台阿扁要争取讲话当作面。我是要跟大家站做伙，我是要是一个台湾人应该真的责任甲义务。台湾的价值败坏到这样的地步啊！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的诸法皆空、自由自在的陈水扁啊，看起来莫可奈何。蔡英文虽然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啊，但是我说我真的觉得蔡英文现在令不出中央党部，或者他只能够约束到中央党部很近身的几个人，你还不要以为中常委都听他的，中常委大部分都不听他的，令不出中央党部。陈水扁刚那段话吃足了蔡英文的豆腐，以中央党部来讲啊。10月25号的游行，他们希望两个人不要来，一个叫陈玉玲，另外一个叫陈水扁。但是呢，陈玉玲一定会来，陈水扁也一定会来，你叫蔡英文怎么办？好，那我们看到就是说，另外一位这个大佬沈富雄，啊，沈富雄呢呼吁独派大佬呢出来阻止阿扁来参加这场的游行活动。当然，这个沈富雄呢点了一些人的名字啊，但是我第一次发现就是说，沈富雄竟然不是大佬，我叫他沈大佬叫了那么久了，我们看看沈富雄怎么讲。人如果家里有不好的事情的话，人家请你去参加喜宴啊，你也尽量避免啊。所以我觉得阿扁如果真正爱台独、爱台湾的话，应该默默的那一天坐在家里，打开电视机，默默的祝福游行成功。那这样才对，对不对？那他自己不检点，啊，像今天姚嘉文就说，如果请我去，我反而要劝他出来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，你的五大佬，你说为什么没有姚嘉文？我很有小聪明啊，我当然不请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讲清楚了，他反而是要阿扁来参加游行的嘛。所以这个配做台独大佬嘛。那我再回应一下那个黄扎堂讲的啦。黄扎堂说，每个人都有参加游行的权利。那不久以前你不是要阿扁从台湾 disappear 吗？那现在为什么反而不反对他在游行里头 appear 呢？对不对？还有你说参加游行的人也不全是干净的，但是其他人物的不干净跟阿扁目前的不干净能够相提并论吗？其他的人对游行没有那么大负面的影响嘛？所以我对这些人的讲法非常的失望，我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爱台独啊。沈富雄当十一寇啊，当之无愧。你就是死一口，你就是不可能待在民进党里面。好，那除了这个沈富雄之外，我今天看到媒体的报道还访问了林卓水。那林卓水说呢，阿扁啊，雄厚要去卖给了哈。那他说呢，阿扁之所以一直嚷着要参加反中呛马的游行活动呢，主要是因为党内有一群边缘的人想要扒住他。
林作者不知道有没有在看我们节目，你到底以为谁是边缘人？你才是边缘的人吧？好了，我让洪威阿扁反正一定会去嘛。那怎么办呢？绿营现在能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啊？就让他去啊！我觉得真的、哦，刚特别讲到那个蔡英文啊、哦，那不是今天记者问他吗？说陈水扁要不要去的问题，他说现在已经不是他来不来的问题，是要怎么样安排他的问题。所以显然蔡英文已经认命了，哈，已经认命，他已经没办法阻挡那个陈水扁。那陈水扁他刚才又吃了很多豆腐，他说我不会争取上台，哈，我也不会去抢麦克风。你拜托，你今天只要到那边去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所有的这个焦点镜头焦点全部都会对准你陈水扁，你根本不用抢镜头。你今天自己这个身份，你然后你还去讲一些这五四三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假装告稿。真的，我觉得那些民进党如果在4-5号中常会，他们当时啊没有这个胆啊，没有这个种去做出一个说我们就是拒绝陈水扁那个参与。我觉得今天10月25号一个最大的黑心商品，难道现在不是台湾最大的黑心商品？台湾最大的毒，我刚刚讲了，调查局、公营银行、内政部全部都沦陷了。这些所有的那些大官，照理讲你是整个的社会，台湾社会应该公平正义，应该执行，还有资源分配，这些执行最重要的这个权力核心，全部跟着陈水扁一起的腐化，一起的毒化。所以你今天反中呛嘛，你台独这个独立的独啊，已经变成毒物的毒。我直接说，所以刚才沈慕雄就在讲了说，这样子还配做台独大佬？我们今天想想看，这些人难道不看电视吗？如果说今天不管他到宜兰或中南部，那些跟着他一起在那边举手跟他加油的这些民众，他如果不看电视，他不晓得陈水扁到底在搞什么东西也就算了。可是你那些台独大佬，你们难道不是应该是学养有到一定的程度？今天陈水扁他涉入的事情不是只是你国务机要费事情，他那么多的资金来源海角7亿，这些资金来源已经证实从立奇建设还有其他的企业，连郑胜石都承认了我在帮他做人头汇款，然后在做这些洗钱的工作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如果觉得贬斥的台独，也就是说你可以 A 钱来做建国基金，你还要支持这样的台独的话，这些台独大佬你就继续成为台独。但是问你，你根本就是完全的污化，而且就是侮辱了这些台独的名义了。有啊，当沈富雄是有具体的点名，他希望哪一些的这个大佬出来劝陈水扁，他点的包括了彭明敏、辜宽敏、黄昭堂、陈龙志、高俊明、吴理培，当然里面没有林益雄了，也没有提到李登辉了。但是这些人有哪一个会出来劝陈水扁？应该都不会，都不会。所以我就说沈富雄跟林卓水才是少数嘛。我们都是在民进党都算是边缘的边缘人了啊。那我也曾经劝过民进党应该把历任党主席、几任党主席还活在世上的通通找来，然后你们发表一篇声明，针对陈水扁的事情你发表声明，那你蔡英文你不要管，然后根据这个声明，等一下，那你要哪些党的党主席？施明德吗？施明德、许信良，这些人会有人听吗？林益雄、谢长廷、苏贞昌，柯建明、谢长廷跟苏贞昌最近多久没有讲话了？根本就对这件事情沉默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些台独大佬通通都拿了他的钱嘛。那其中一个被我骂成不要脸的，哦，不行讲了啊，现在不要脸，那个不能在电视上再骂他不要脸。那一位所谓的大佬级人物，今天所谓的批评那个沈富雄的那位大佬级人物，姚嘉文。哎，对，我也曾经跟他讲，如果你真要做台独大佬，你就不应该去参加马英九的国宴嘛，你也不应该拿国民党的钱嘛。国民党发的公堂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那时候他还在考试院长。你从这一点，他们连一个蝇头小利都不肯放弃的人，那请问这些人算是台独大佬吗？真正的台独大佬，对不起，像史明有没有拿过国民党的钱？没有嘛。那真正的应该是这些大佬来劝陈水扁。不过啊，刚刚有一位观众不是讲了一句话吗？他说要注意阿扁会不会逃亡。那我举两个点子啊，举两个故事，我们亲身参与的，一个郭佩宏，一个叫做李应元。那时候他黑名单回来，黑名单，还有一个陈婉珍，三个啊。那一天我们去游行，好，去讲台前面，他担任神秘嘉宾，我们叫1、2、3、4、5排的人穿同样的衣服，每一个人都戴了面具，在中和吗？哎，中和，对。然后面具一戴啊，啪的一下，结果你们情治单位调查局的找不到。那天晚上我在现场。还有一个，
你在现场吗？啊，我在外面看了。哎、啊，对，我还很小的时候。还有一个是撑那个雨伞，嗯，然后雨伞的话用四种颜色，嗯，就是趁着下雨天一弄开的时候，它就可以走。嗯、但是那一天的服装千万不要鲜艳。嗯，所以呢，我最近几天我都在观察阿扁德穿的服装到底那是什么。嗯，如果他穿鲜艳，他很容易认得出来。嗯，那第三个，还有一次。就是郭佩鸿在总统府前照相，还跟宪兵照相。嗯，把那张照片，然后是如何骗那些宪兵的、嗯、啊？那张照相，然后再走、嗯。那第四个就是陈婉珍非常著名的，也是叫他弄变装秀。嗯，然后上台讲话的是陈婉珍，然后陈婉珍主动说要到调查局去报道、嗯嗯，然后他们看着一个变装的人往那个调查局走，他们非常的担心，结果一到调查局根本不是陈婉珍，所以从民进党这四个例子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阿扁要走他还是有那个机会的。好，当然了，阿扁到底能不能走得了，因为在过去确实有非常多这样的 case 啊，是民进党利用群众集会的场合当中啊来掩护，但是过去有正当性啊，哎对，就过去说这些人其实不要说他们什么背景。他们的返乡权，我个人100%的支持，当然应该让他进来。但是今天陈水扁的情况是要他不是要返乡，他是要争取离乡权，他赶快的跑出去，那问题可就大了。进广告回头。